我们这边有个消息，季耀坤始终没出去，409也没来。当然，你给409拉下天猫，说零二首长一个月后回国，所以按照以前安排继续监视季耀坤。关科长，把小薇你让组人撤了吧。 帝皇，简单吃点吧，菜虽然一般了点，但我告诉你啊，有两瓶好酒我一直留着没喝，巧了，今天你来了啊，咱俩一个人一瓶，把它都喝掉。哎，你很喜欢喝酒吗？哎，我平时啊根本就不喝，今天这不是你来了吗？银柱。 其实平时我也是不喝酒的，但是今天呢，我想放开胆量跟你一醉方休。那就对了，咱俩都多少年没见了，5年多了，我度日如年啊！来，为了庆祝我们5年后再次相逢，干杯！嗯，5年了。 我没想到，你还是这么惦记我，这么体贴我，我挺感动的。哎，其实我这么多年没结婚，都是因为……不说了，来，先吃饭。哎，尝尝你的手艺。 这菜还真不错哎，很香，很可口。好吃吗？好吃你就多吃点儿，啊。嗯。啊。好。丽华，这样，你先吃着。我觉得饭已经好了，我先去把饭端来，咱俩边吃边喝。嗯。 丽华，饭好了。谢谢。来，吃吧。嗯，我想你也饿了。是啊，我刚才来的时候，不瞒你说啊，又冷又饿。现在在这么暖和的屋里，吃着这么可口的饭菜，有这么美好的意境，和你在一起。 事儿，一直没好问你。这么多年，你在南京一直是一个人吗？啊，怎么说呢？这么多年了，我也没遇到合适的。我觉得感情这种东西吧，还是得靠缘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直都有一种预感，我总觉得咱俩有一天还会重逢，还会续上这个缘的。 请部长放心，我和同志们一定会抓获四都洞这个特派员。好，我挂了。部长有什么指示？部长指示我们，一定要想办法截获四都洞发给四栋九的电报，另外严密监视季耀坤、你妹妹、邱彤等人，但是不要打草惊蛇，争取一网打尽。 四栋洞在来京之前，狼人杰应该会给四栋九发电报告知。可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截获到呢？狼人杰没有发电报通知四栋九，而是让四栋洞到京以后再发电报和四栋九联系，这样可能四栋洞会更安全一些。看来这个四栋洞狡猾得很呐，一定不是等闲之辈。有这种可能。 四洞洞会不会就是肖丽华？
丽华，哎，来了，我快点衣服啊！丽华，开门呐，干什么呢？来了来了！丽华，丽华，丽华，干什么呢？怎么办？云珠，我刚才一想到。 你很快就要走了，我心里就难受。别难过，你放心，我也不会马上就走，啊！可是你待不了几天了，云珠。不会的，你知道我这次就是投奔你来的，你怎么忍心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？ 你自己回老家，云珠，你别忘了云珠。丽华，你别离开我，云珠，别离开我，丽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的心情。放心吧，啊，云珠。 你既然这么多年都没有忘记我，你还惦记着我，那我也喜欢你，我们好不容易有缘分在一起了，我们为什么要分开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，云珠？放心吧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，啊！那你不要离开我，不会的，你永远不要离开我，不会的。 你是真的爱我吗？我真的爱你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也知道，我一直在等的，就是你。这次你回来，我想把我多年积压在心里的一句话告诉你。云珠，我想先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你说。我小丽花。 小离婚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来就没有把身子给过任何一个男人，我对天发誓。我相信，我相信，云珠，我相信，云珠，我也想正式的向你求婚，好吗？你太快了吧！ 我什么准备都没有，我不知道。不快，一点都不突然。我们这么多年了，我知道，你也一直在爱着我，我也一直在爱着你。我们俩都不小了，该为自己考虑一下了，好吗？ 还在想着肖主任啊？你放心吧，他明天准能来电报。嗯，放放生生的爱着你，而你却想着另外一个女人。 出去！是。我是在想着肖丽煌，可是肖丽煌的父亲是我最好的战友，已经为党国捐躯了。我把肖丽煌当成我的亲女儿看，他是在执行我的命令。 现在在北平，为了刺杀毛泽东，生死未卜。我能不想他吗？啊！
楚总，我错了，芳芳错了。丽华，你今天喝了点酒，感觉怎么样？我晕，我好像在做梦，在梦里。丽华，我有个想法，这次跟我一起还是回老家吧。回老家，我能够给你找到一个比在南京更好的工作。不，我哪儿都不去，我到了北京就等于到了最有发展最有前途的地方，我干嘛要走呢？我一定要留在北京。好好好，我们尽快就把婚事儿给办了吧。你看，咱俩也都不小了。你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雨林，凯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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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丽华，丽华，丽华，你先多睡一会儿啊。这几天你经常熬夜，我先走了啊。到点了，我该去上班了。饭菜我都给你热好了，放在桌子上了。一会儿你起来记得自己吃啊。好，我先走了啊。
处座啊，肖主任和司洞九几乎同时来了电报。念。肖主任的，我已平安抵达北京，祝表兄家甚安全。适才于司洞九致电，确定相见事宜，见后电告，勿念。好。司洞九致电司洞，刚刚接到司洞洞来电，约于今日十时面谈，特告知。现在不惦记了吧？这个小啊，怎么才来电报？芳芳不都说过了吗？他今天肯定会来电报。怎么样，成事实了吧？要复电吗？不必了。韩科长，有什么新的情况吗？通知局长，韩处长，我向熊群找你们呢。我这儿有四份的电本，这两份是400发给409的，其中之一采用的是5号密码，这两份是400给肖立煌的回电，以及给朗云杰的电报，采用的是7号密码，我们还没能译出来。7号密码？7号密码就是7层密码。很难破译出来。安科长，你和大家伙一定要想办法把它给破译出来。是。通局，接下来咱们怎么做？400一定知道咱们破译不出来，所以今天就有可能约见409。我们现在只能普遍撒网了，马上把409的照片发给各个派出所，我们要密切关注所有的路口和街道。司令，嗯，郎处长来电说，林浩下个月就要回国，让我们做好准备。下个月？哎，这个林浩在苏联还真能待呀。郎处长还说，让我们也通知彭副司令。看来郎处长还不知道，我们已经给彭副司令送了一副电台。给彭副司令发电，告诉他就行了。是。马旅长，我来这山上也有些日子了吧？今天终于看见了二罗汉张树元和三罗汉赵九春。借着他们俩来看你的机会，我要代表郎处长，任命二位为救国剿共独立旅2团、3团中校团长，任务完成后再补发委任状。谢谢特派员，谢谢特派员。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团长，致谢应该行军礼。这行军礼啊？行军礼啊？不会呀？啊？这样。啊，军礼，军礼。二位就坐吧。哎，想必二位一定是完成了马旅长交给你们的任务，那就说说你们的方案吧。我先跟特派员念叨念叨。我呀，就找一个僻静的地方，把他的道钉都给他拔了，换上我们的铁钻，我们就给他来一个火车出轨。哎，我们干过这事儿了。哎，大哥，还记得吗？上一次咱们颠覆的那辆货车抢的东西，到现在还没吃了呢。我们呢，就等这火车一出轨，我就让事先埋伏在那儿兄弟们冲上去，把他们一个一个、一个一个的都给我了喽。张团长，你的方案很好。那么赵团长，你呢？嗯。特派员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三哥的堂哥，那可是在博高的火车站做调度。他还是真是知道这零号专列什么时候来，什么时候走。哎，老三，你也跟特派员念叨念叨，到时候我就把这毛泽东专列给他炸喽。牛，三哥。好，你这个办法妙极了，我那正好有定时炸弹，
就给你用。但是你那个堂兄能听你的吗？多大年纪？做事牢靠吗？他今年43了，我给他了一大笔钱，您就放心吧。好，二位的方案很好，有了这两个方案，我们更能保证郎处长交给我们的重大任务。我酒量不好，就不奉陪大家了。来，干了这杯，预祝我们大功告成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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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，干，干。特派员，急什么呀？菜还没吃上一口呢，再待一会儿吧。不必了，就由江参谋长代替我陪陪诸位吧。江参谋长，你也是代表郎处长吧？是。告辞了。大哥这眼睛是被这小女子给迷住了。我说老三啊，江参谋长在这儿呢，你小子什么话都敢说啊？啊！哎，大哥，这江参谋长可是有眼睛的人啊，他会说特派员长得难看？再说了，这小女子那才叫女人呢，你看那脸蛋儿，哈哈，长得可真绝呀！来人，给大哥上酒。特派员派我来陪大家喝酒，我就放开量了。江参谋长，好酒量啊！我记得你刚上山的时候就连喝了6碗呢，啊！做人喝酒要有量，行事更应该有量。江参谋长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江参谋长的意思就是做人要有大量，有大量才能做大事。大哥，老三、老四、老五，咱们兄弟很久没有凑在一起了。今天很荣幸的请到了郎处长派来的江参谋长，大家都放开了量，来，干一个！来，参谋长。江参谋长，平时啊，弟兄们散漫惯了，哎，在一起议论议论女人，也就是吧嗒吧嗒嘴而已。那是以前，现在是国军。等大功告成之后，还要补发委任状，还要连升3级，至少是个少将，还这样怎么能行？哎呀，哎呀，江参谋长，不要生气啊。这路是一天一天走的，这人是一天一天变的，这一夜就算翻过去了。来，我敬你。我已经喝到量了，告辞。给脸不要脸！弟兄们，咱们自己喝，喝酒。来，大哥，干，干，干！
好消息。是肖六皇的吗？66号的。好，又增加了两套新的方案，尤其是博伯东火车站的调度，只有他才能够知道博伯东什么时间才能到博伯东。董长英，好样的！还是您的手腕高呀，把仇敌的女儿玩得溜溜转呢。嗯，就是毛局长也会敬佩你的，是吧，处座？啊，江参谋长，特派员休息了吗？啊，特派员，江参谋长来了。江叔叔，注意外边。好。江叔叔刚喝完酒回来，不欢而散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那个张淑媛满口胡言乱语，对特派员十分不敬，我训斥了一顿，可没想到他马如生，却为他开脱。江叔叔。我理解你为我好的这个心情，但是咱不能因为一两句话就跟他们计较，还是先忍一忍吧。啊，我已经再三忍了，是实在是忍不住了。你是不知道也想象不到，他们说的简直就不是人话。我没听到，我也猜想得出来。你根本就猜不出来。哎呀，那说的我没法给你重复。更让我气愤的是，他马荣生对你也心怀歹意。江叔叔，不瞒您说，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但是我装糊涂。因为得为了党国交给我们的任务，我们必须得忍一忍。这个道理我很清楚。可你是特派员啊，是郎处长的义女，我也是郎处长的挚友同窗和兄弟。为公为私，我都得保护你呀。江叔叔，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和担心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也不是软柿子，谅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。他马荣生什么坏事干不出来啊？你这么大意的话，那怎么得了啊？我想电告毛局长和郎处长。不，请您不要这样。那马荣生，他不敢。放心吧，刚刚郎处长来电说毛泽东一个月之后才会回来。哦，那么久。马旅长，我现在就去通知他。大哥，这个姓江的也太霸道点了吧，都管到咱们兄弟头上了。今天晚上我带着四弟去，就把他给解决了。哎，怎么能为了几句玩笑话就当真呢？江立鼎是郎处长的同窗好友，我们日后还指望他在郎处长面前多多的美言呢。用不着。再说了，何况咱们不是还有特派员呢吗？如果他死了，特派员能不生气吗？生气又怎么样？我们要是真的杀了那个毛泽东，我们就是天大的功劳。到时候，蒋总统都得接见我们。赶紧把这个姓江的收拾了，好让这个特派员早点跟咱大哥睡觉去啊。嗯，老三，啊，你是不是喝多了？喝晕了头。哎，嫂子，你这是生气了。吃醋了，老三，还在胡说！你，
大哥，这一定是那姓姜的，出去告了密，爹爹我把他给解决了。各位还在这儿喝呢？怎么着？特派员来了，请坐。不必了，我是来告诉大家一声，郎处长发来电报了。 更待菊黄，佳酿熟。与君一醉，亦陶然。季台长你好，特派员你好。我们要小心点儿，以免被别人看到产生怀疑。这样吧，我们装作情侣，边走边谈。 副营长，阿三家在吗？在里面的会员，请。山虎哥，山虎，山虎哥，快醒醒！大嫂，有事吗？昨天夜里，那个臭臣大当家的，他把小玲给祸害了。现在小玲发起高烧来了。 他病了，我到处找药，你这有药吗？有。给，赶快去给他吃了吧。嗯，这孩子性子挺刚的，你好好劝劝他。既然已经这样了，别出什么事儿了。嗯。上火。 以后你也要小心一点。昨天晚上你走之后，大当家的很生气，他说你看中了特派员，在跟他争女人。我说你已经废了，可是他不相信，他还对我大发脾气，说如果再不听他的话。 他就会把我赶去新乐坊，接着他就把小玲给祸害了。大当家的，你醒了？我怎么能像死猪一样？那个，我……啊，大哥，大嫂是找我来拿药的，她说小玲病了。拿药？ 小玲昨晚病了，她发起高烧，现在浑身滚烫，我实在找不到药，就向二当家的来取药。哼，那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把药给小玲送去，让她喝了。哎，好。这他妈娘们儿就喜欢下账。 为了一个小丫头片子，这一大早跑到你这儿来吗？啊！淌眼泪。哼。萧立煌奉狼人节之命来到北京后，没有急于和季日辉见面，因为他知道，如今的北京已经不同于往昔的北平了，他必须谨慎行事。 这次见到季日辉后，他更印证了这一点。他终于能够明白，为什么他们北平刺杀的行动几次失利，和现在共产党的实力是有关的，不像他们在台湾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季台长，这不可能。特派员有什么指示，请尽管吩咐。我季日辉保证绝对服从。昨天睡得怎么样？
睡得挺好的，大哥。大哥，你坐。嗯。哎，你进来干什么？滚！哎，老二，你也坐。 二弟啊，你跟大哥这么多年，大哥可没有亏待过你吧？啊，是，大哥对我恩重如山，在几个把兄弟里面，大哥最看重的是我，这个山虎心里都明白。哎，大哥，你怎么想起说这个话？是不是山虎哪做的不好，让大哥生气了？有什么话，大哥尽管说。 老二，你多想了啊！大哥说这话的意思，是完全有理由可以信任你。大哥让你做什么，你绝对不会回绝我的，是吧？是，大哥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。哎呀，不瞒你说，自从那个特派员来到山上之后，我就没有睡过一宿的好觉。 尤其是昨天晚上，哎，我决定要拿下这个特派员。大哥，嗯，不许再劝我。我到你这儿来呀，就是想跟你交代这个事儿。在整个山上，也就老二你识文断字，点子多。 帮大哥想想，想一个好法子，如何才能搞定这个小女子？可我不许回头，我真的没有好主意啊！不急，给你两天的时间总可以了吧？啊，哎，大哥。 要不让老三、老四给你出出主意？哎，他们明天就回去了。老三、老四，他们想不出这茬来。我等着你拿出好主意啊！哎呀，哎，闹心，真闹心！哎，你接着睡啊，好好想想啊。 哎。